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Smarty， 包括 Smarty 的安装 ，Smarty 的介绍，以及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设置，还有 Smarty 的一些初始化的信息。那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学习 Smarty 内容。我们先把手册打开，看手册里边都需要学习什么内容。看一下，设计成模板设计篇里边包括基本语法、注释、函数。这里边呢，它这写的有点乱，咱们按咱们自己的定义的顺序来学。咱们先看一下 Smarty 本身的注释。按照前边咱们写过的初始化文件，上节课这里边我就不给你重新定义了。那位置呢还是这个，如果你想用我的程序呢，你把这个绝对路径改一下，有初始化文件。然后按照初始化文件的定义，我们需要定义模板 TPL 目录是在这儿，需要定义编译后的文件 COMP 在这儿，然后这是 Smarty 的原文件，咱是不动的。然后需要建一个模板文件，假如说我叫 test.tpl， 你叫什么名都行，叫 HTML 也可以，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建一个 PHP 文件，比如说叫做 demo.php， 然后在这儿也把它打开。所以现在咱们就需要两个文件，一个模板文件，一个 PHP 文件。然后需要再打开一个浏览器，访问 PHP 文件，让它加载模板引擎，然后显示模板。这个呢，咱们先有初始化的部分，这边 demo.php， 当然现在输出是什么都没有的。那在 PHP 文件里边，我需要初始化加载那个模板，咱们上节课已经写过的，只要我包含当前目录下有一个叫 init.inc.php， 这样的话创建了模板对象并初始化了。然后这块使用 display 模板里边的 display 加载默认目录下的叫做 test.tpl 模板，就加载这个模板了。那在模板里边，这咱给写一下，写一句话啊，这是模板中的内容。这个咱再访问一下，你看就可以直接访问了。当然我得把字符集调一下，这是模板中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它这里边分配变量。那假如说咱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模板中的注释，打个手册，模板中的注释，这第一个咱们要讨论的问题。注释呢，在模板注释咱可以使用 HTML 注释，比如说输出一行 A， 但是这行 A 我不想要了，这是用 HTML 注释，因为它本身还是支持前台的那些语法嘛。现在我在因为模板改变，它会重新生成。你看我通过右键查看源代码可以看到这个注释，但是呢被浏览器把它忽略掉的。如果想用 PHP 把它忽略掉，你在注释比如一行 B 就得用 Smarty 模板。咱上节课的初始化，咱 Smarty 的左右分割符，咱们用尖括号大括号加个星，就是 Smarty 的注释。那 Smarty 注释和普通注释有什么，和 HTML 注释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刷新一下，你看一下，也是看不到的。另外呢，它是在 PHP 中就把注释内容直接甩掉了，所以我们查看原文件的时候，你根本都看不到 Smarty 注释。不光在这看不到，你看我们在编译的目录下生成这个编译文件里边也看不到这个注释，因为在模板在编译的时候生成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就把带 Smarty 注释的东西已经给删掉了，转后的就是没有那个程序的。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在写注释的时候尽量用 Smarty 的注释，也就是这种注释。这是注释的内容，很简单。那看一下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Smarty
或者模板 Smarty 中使用的变量。要记住一点， Smarty 是以变量为主的，变量为主的。什么叫以变量为主的？所有的访问方式都是基于变量的。那这个变量呢，就有三种变量。第一种是从 PRP 中分配给模板变量，这是咱前面用过的语法。第二种是在配置文件中给模板变量。第三种是模板中存在自己，也就是存在默认变量，就这个，你看模板从保留变量，不能叫默认变量，存在保留变量，有这三种变量。大家看一下这三种变量都怎么用。第一种，从 PRP 分配的变量，什么样的变量需要从 PRP 分配？你看啊，动态的数据。什么指动态数据啊？就是从 PRP， 就是 PRP 可以从数据库或文件，以及经过算法生成的变量，这些是动态的变量，就要以 PRP 程序分配过去。以 PRP 程序分配过去，那什么样的文件需要从配置文件中获取呢？ Smarty 模板自带配置文件的，就是模板的外观或者叫做界面设计的变量，咱们把它定义到配置文件中。那什么是保留变量呢？一些常用的变量，模板中自带这样的变量，就不用分配了，也不用从配置取了，直接在模板里边就能找到。咱们分别来试一下，先看从 PRP 动态分配变量。假如说我有一个数据需要从数据库里边获取这样的变量，比如说 MySQLi 等于 new MySQLi， 我先连接一下数据库，比如说 localhost 用户名 root 密码12345 6，然后库呢，比如说是DB， 细说 PRP DB 这个库，看一下咱们在这个库里边有没有什么数据。MySQL-U root 杠 P 12345 6，细说 PRP DB 这个库 show TABLES， 看一下有什么表。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比如说这里边有个 shops 表，好，这里边是有数据的，看到这里边是有数据的，所以呢，我想把这里边数据读出来，那么通过 MySQLi 里边的 QRY 执行 select ID name 价钱数量 DESN from 从 shops这个表里边获取到的数据 result 结果集。你看我从结果集里边，假如说取出一行等于 result 结果集里边 FET CHASSOC， 从结果集获取一行，那假如说我把这个名字第一行的名字分配过去，模板 ASI 这样动态数据，比如说我将name 分配过去，那就从这个 RW 里边取出一个 name， 那在模板里边呢，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name 了。比如说在模板里边这块使用从 PRP 中
分配过来的动态数据，大括号$name， 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这里边就能直接访到 name， 你看使用从 PHP 分配的数据就可以了。那么能什么样的数据从 PHP 分配过来？任何类型的数据都可以，看啊，任何类型的数据都可以从 PHP 分配过来。比如说咱们类型标量，标量都有哪些？比如说字符串、整数，还有浮点数，还有布尔型都可以。然后复合类型，复合的比如说数组，还有对象，还有比如说资源，咱们一般分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还有一个空类型都可以分配过去。那么就每种类型试一下，标量我就不用试了，因为现在咱们分的都是。那这里边重点看一下数组，假设直接我把 RW 分配过去，现在我取出 RW， 现在我不分配，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数组啊， VR 下划线 D print R 吧，直接存 RW， 分配的是关联数组，关联数组的一维，你看关联数组，如果我换成 RW， 换成这个 RW 的话，你看分配的什么数组，索引数组。那现在咱暂时不用这个数组，你看一下，就不用这个数组，我直接分配自己定义的一个数组，假如说 TPL ASS 间数组对象什么类型都可以分配，假如我分配一个 ARRE， 我分配一个是索引数组 ARRAY， 比如说是 AA BBCCCC， 有三个索引数组值。那在模板中怎么访问数组呢？当然了，数组的东西一般的都是咱们去便利，那不便利的话我怎么访问呢？如果单个值访问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那索引数组访问跟 PHP 访问数组是一样的，我分配过的变量叫 ARRE， 直接用下标0取第一个值，看一取第二个值，二取第三个值，看一下 ABC 都取出来了。如果是二维数组呢，索引的二维数组怎么访问呢？你看 TPL ASI 基因分配，比如说 ARR ARAY 里边再写上 ARAY 一个 ARAY 两个，这里边存上是 XXYYY， 这边有 ZZZ WW， 也和 PHP 访问是一样的。那我在这块输出的时候，你看啊，把那几个值 $ARR 下标为0的里边的0 BR， 下标为0的里边的第二个数组1，下标为1的0，下标为1的第二个1，你看这四个值也能访问出来 XYZW， 但是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关联数组啊，虽然是数组任何类型都可以分配，这里边只有谁访问不一样啊，就是关联数组不是使用中括号这里边指定关联下标的这种关联下标访问，而是使用点加下标的方式访问。比如说我这里边分配关联数组过去啊， PHP 里边分配关联数组$TPL ASI 基因分配 ARR3， 那第一层当然不是了，然后假如说分配
下标是万下标，对应的值是一行一。兔下标对应的值是一行二。那我现在访问这个关联数组怎么访问呢？下标 ARR 3，你看下标如果我这么指定 $ARR3， 下标我指定如果指定 to， 你看这样访问就是出错的，你看结果出错的 one 下标这样的标签它不识别，那么得用点的形式，一定要记住关联数组是用点的形式，点 one 点 to。这回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一和二才能输出。那二维数组怎么访问呢？也是一样的 ，ASSI 基因分配，比如说 ARR 四 ，ARR AY。假如说下标是 one 的，对应的是一个数组 ARR AY， 里边有个下标是 two 的。对应一个值，假如这是11122，是这样的一个值。你看我们怎么访问下标？那我在这儿如果想把这个二维数组的值访问出去，访问过去，我得用 $ARR4 里边点 one 里边点 two， 只是下标访问形式不一样。你看11122，那混合数组怎么访问呢？假设我这儿再分配一个关联和索引混合的数组，比如说这块 ARR5 对应是 ARAY， 对应的是下标 one， 对应的是 ARAY， 是这样，里边是第一个是一行二逗号，然后这块啊逗号 ARY， 第二是索引的，然后这里边对应的是关联的 to， 对应的是一行K。 那假如说我想把 RK 读出来，那我在这块就得怎么访问呢？看这数组的形式，就得是 $ARR5，假如说 one 下标里边这个还是数组，但是数组里边是下标为零的，就能把 R 访问出来。如果是第二个访问呢，看一下下标为零的，因为它是前面是关联了，后边下边是零，里边的下标为 to 的，所以访问形式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给你在笔记里边记录了，就是关联数组不能使用这个下标，而使用点，其他的都一样。刷新，你看 R 和 K 都读出来了，看一下 R 和 K。 所以数组的任意格式单个访问都可以，当然便利是咱们后边学的内容。那他说任何类型的数据都可以分配，那对象我能不能分配过去呢？然后怎么在模板中使用对象呢？和正常对象使用方式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这做一个类 class person， 做一个类里边VR$name VR$年龄，然后做一个过渡方法吧 fraction杠杠 CONSTRUCT， 比如说传一个 name， 传一个年龄，然后我把它初始化， this 里边的 name 等于传进来的 name， this 里边的年龄等于传进来的年龄，然后再做一个方法，比如说话的方法，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年龄，那我直接返回this 里边的 name名字，连接 $this 里边的 age 年龄，看一下我访问这里边的属性和方法，当然我得把对象分配过去，你看 $tpl asi 基因分配一个 ren 人的一个对象，
我可以直接创建完对象往这传，也可以直接 new person， 然后存一个张三，存一个十岁。那你看我访问这里边属性对象的属性能不能访问呢？大老虎 ren 分配过来是 ren， 可正常对象一样访问，使用杠尖括号访问里边 name， 第二 name 呢就是张三 ren 访问这里边的年龄累计十岁，也可以直接访问这里边的方法。你看 ren 大老虎 ren 里边的 say 说话的方法，咱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往下拉一下。你看张三十岁，张三杠杠十岁，说话方法都可以。所以根据这些实验咱们就知道，在 smart 模板里边可以任何变量，只要是 PRP 算出来的变量以及数据库取出来的变量，只要是动态变量，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向模板中分配。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手册，这是从 PRP 分配变量，刚才都介绍了。你看数学运算也就是分配过的变量到模板中，也就是模板中获取变量之后可以在模板中直接去运算，这个功能也很强大。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刚才什么类型都可以分配，我分配一个 TPL ASIGN 分配刀了符直接分配啊 NUME 等于10是数据是10分配过去 $TPLASSIGN 分配过去的，比如说 NUM2 分配过去数据是20，有两个整数分配过来了。那在模板中我可以参与运算，怎么个参与运算法？在这里边直接比如说 $NUM1 这个当值咱们知道， $NUM2 这个值咱们也能单独输出。你看一下 NUM1 我可以是加上 $NUM2， 这就是参与运算，但是加减乘除都可以。那我再这样一下，比如说 $NUM1 加上 $NUM2 乘以 $NUM1 再减去 $NUM2， 你看我在这里边参与运算可不可以，然后再加上44随便写的一个值，看一下输出的值10 20相加30，这个是混合运算。混合运算出来的。所以呢在模板中分配过来的变量你可以直接参与运算，加减乘除都是可以的。这点大家要记住。好，这就是在 PRP 中分配变量，分配过去的变量还可以参与运算。当然这里边咱们有一个没处理，就是分配过去的数组咱们没有便利。因为便利呢是一个重要内容，咱们要放在后边一起总结性的给大家讲解。然后怎么从配置文件中分配变量，咱说了动态数据 PRP 分配不已经够用了吗？的确是够用了，但是有一些界面外观和布局的东西你不能让用户直接改模板，因为用户觉得界面不好看的时候让他可以通过改简单的一个配置文件去修改就行了。所以呢对界面外观，比如说表格的宽度啊，还有背景颜色呀，还有格挡换色的颜色呀，字体大小啊，这些变量的东西你最好把它放到配置文件中，然后用户通过改配置文件就能改变页面外观了，不让他去改 PRP 程序。那配置文件我叫什么名呢？名称随便叫。那是不是我在随便的位置建都行啊？那 smart 模板找不到，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你指定的一个目录，比如说我叫做 CONFIGS 吧 ,configs, 我在这个目录下随便建个配置文件，假如叫做VIEW.CONF, 假如在 Linux 下通常叫 CONF, Windows 下叫 INI, 那都无所谓了，我就叫 CONF, 这样的一个文件打开。那这个文件我在里边随便写这个文件名称随便起。Smart 模板怎么能找到？首先我得让他知道怎么找这个目录，那我们就需要把 Smart 这个原文件打开了。你看一下
它这里边有一个成员属性是专门指定配置文件放到哪个目录下的。我们找一下，看到了吗？默认目录其实就是这个，但是我们最好初始化改一下，和原来的这个模板目录、编译目录是一样的修改方式。只要我在这个初始化文件中 ，IIT 初始化文件中，我加上一条 $TPL 配置目录等于 root 下边的根下边，我在根下边建了一个目录，叫做看到了这个目录了吗 ？CONFIGS， 这样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了。那我把这个目录位置告诉了 smart， 那 smart 就可以到这个目录下去找那个配置文件了。所以这里边如果加注释的话，这是模板文件，这是编译后的生成编译后的文件，那这个呢就是配置文件的路径，下边呢左右分割符。好，有了这个文件了，配置文件了。那么我们直接在配置文件里边怎么写，怎么写内容呢？假如这是界面视图配置文件，假如说我这样直接写就行了，边框等于一，然后 bg color 背景颜色等于，当然名称是你自己定义的，比如说我随便写tab 表格的背景颜色，或者小表格的边框颜色，表格的边框颜色，比如说 RED 红色的，然后背景 COR， 因为我故意是写错的，随便写的嘛 ，GREN 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都可以。然后边框宽度，比如说我叫做十个像素吧，宽一点。然后网页的背景颜色，你看就这样子写的配置文件，就是变量和值键值对的格式，类似于一种哈希的格式。那你看我在模板里边，因为它就不需要从 PRP 分配了，所以 PRP 里边都不用分配。那我在这里边，假如说我在这做一个表格 table 斜杠 table， 我这里边加上宽度TAB 宽度，假如说等于800，然后这里边我随便定义几个 TR 斜杠 TR TD 斜杠 TD， 这里边随便存的数据，你看现在我这块写上表格的宽度 BORDR 宽度等于，我用什么怎么从配置文件中取过来，然后这是边框啊，宽度等于怎么从配置文件中取过来，因为它 smart 可以加在模板中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加，然后背景颜色，我用这个背景颜色吧，这一行的第一行的背景颜色 bg color 等于什么，然后表格的颜色，表格的颜色等于什么，表格宽度都有了。这几个配置文件中写的变量咱们现在已经在固定的位置下了，已经有了。那名称我是随便起的怎么办呢？所以你在模板里边某个最上边位置上，你得先，或者是某个地方，你得先把这配置文件导入，然后配置文件中写的值我们在模板中才能使用。那怎么导入呢？使用的是一个这个函数，比如说是config， 这个后边咱们也会介绍一下 config load， 然后加载的文件，你不用写路径了，不用这么写 config 词下边的 config， 比如说是 view.config.conf， 因为目录咱们在模板里边已经指定了，所以这块直接使用配置文件名就可以了。那是不是像 PRP 一样，不是，是不是像 PRP 分配变量一样呢？我这块写上，比如说这块是 BORDR 表格边框了，不是，记住了，在配置文件分配过来变量，你看要使用在模板里边要使用什么 TPL， 我这行
把步骤给写出来，使用这个配置 dir 下划线 dir 等于一个目录。这块意思什么？要先指定配置文件存放的目录，然后在模板中要使用这个使用这个叫做config.load 加载，这块是什么？在模板中使用它加载配置文件。然后怎么使用呢？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使用保留变量，咱们等下一等马上要讲到保留变量的时候，咱们再使用一种方式去读取。那么这里边使用的是，当然左右分割符都是一样的，要使用井号里边放配置文件中的变量名才可以，使用井号，记住了，加变量名。所以我们在这块使用的时候，在模板文件中使用，不是使用 $符 了， $符 是从 PHP 分配过来的，要使用井号 border。 你看宽度，记得啊，这个井号并不是说非得要跟这个挨的，一定要跟变量是无缝连接的。比如说宽度井号井号，我两边可以有任意的空格吗？宽度是 TABWIDTH， 然后这里边也当然可以挨着写是没问题的了。假如说是边框的颜色，TABBORDR， 然后背景颜色井号井号BGCOR。 好，我访问一下看能不能达到我现在使用的目的。看一下宽度是10个，第一行是黄色的，表格宽度是红色的，里边内容。这样的好处在哪呢？用户只要，因为他知道这里边放的是配置文件，他只要打开这个配置文件，也就是打开这块，他就可以任意改页面的外观和布局了。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宽度10个不够，他来个20个，然后说背景颜色不要是黄色，我想是绿色的 GREN， 宽度800我改成400。你看一下，用户可以定义模板了，看外观不就变化了吗？这就是配置文件需要加载的步骤都在这儿呢。要知道并不是说所有的数据我都从配置文件里获取，因为配置文件毕竟不是 PHP 文件，里边只能做一些页面外观的布局的东西，就改模板上面界面效果的东西。当然你不用这个也 PHP 里边分配文件分配变量是必须用的，在配置文件中分配变量呢不一定需要用。比如说你界面外观不需要用户定义，那你就可以不提供这个功能啊，或者是你可以给它提供一个，比如说提供一个修改外观的一个界面也是可以做到的，用户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改页面外观，也可以啊，或者是让它直接改样式也能做到，对吧？只不过 Smart 给我们提供了这功能咱们得讲，但是呢你用不用就看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了。还有一种变量就是保留变量，前面咱看到了 Smart 中使用的变量有两种情况，咱前面用到咱们也都清楚了，要么是从 PHP 里边将变量分配给模板在模板中用，要么是将这里边分为模板用。当然这里咱还没说全啊，这里边咱可以分为局部，假如配置一级页面二级页面，这个呢假如说我现在网页如果有三个页面用到同一个配置文件的话，当然你一级页面二级页面三级页面你可以分别有三个配置文件，假如说就使用一个配置文件的话，你还可以做假如说一级页面二级页面公用的样式，我可以用这个，对吧？那假如一级页面有特有的话，二级页面还不想再用的话，我可以加中号 one 来个局域的，二级页面来个 two， 三级页面来个 three。 你看这里边我随便写个 AA 变量的值用的是一行一， BB 的值用的是一行二，因为随便写变量和值嘛，
CC 等于一行三， DD 等于一行四，这里边EE 等于一行五， FF 等于一行六， ABCDF， 那有这个六个变量。我前面加中括号写在最前边的是公用的，只要包含在模板文件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但是我加中括号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区域的了，只有指定这个区域才能使用到它。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在模板里边啊，看这表格，我在这表格的下边，我在使用上井号井号边六，你看我指定上 AA BB CC DD EE FF， 你看默认这三个我没指定的时候，你可以往下看一下，往下拽一下，你给我输出一下，只输出空格了，没有输出任何内容，但是上面表格颜色还变了，所以能说明配置文件中这几个被模板中读取了，这几个一个都没读取到。所以现在假如说我这个是一级页面，除了能读取这个公用文件之外，一级页面配置我还需要这两个变量，那我就可以在模板中指定开启的区域，你看这块再加一个参数 SECTLN 区域等于 1 区域，你看显示的是1122。那如果我在这块开启的不是1区域呢，看在这块啊，模板里边我开启的是3区域，那你看一下就是5566。所以呢配置文件你可以通过这个指定区域在 Smart 模板里边，然后这样就可以让一级页面使用这个公用的，二级页面使用3和4还加上公用的，三级页面使用5和6公用的，然后这样用户配置就知道，一看这个就一级页面的配置，一看这个就知道二级页面配置，看这个就知道三级页面配置，然后这个就知道三个页面公用的全局配置，这它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咱们 PHP 变量里边这个使用哪个呢，使用 SECTLN 指定一个区域，指定区域，然后在模板中，在配置文件中怎么指定区域呢，用中括号来信用它来设置区域，然后在模板里边使用，在这个函数中使用这个加载区域就可以做到了。这是配置文件。这位咱们来看一下保留变量。前面看到了变量从 PHP 分配，从这里分配都可以。有一些变量不需要分配，咱们就可以在模板里边直接使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在这儿访问这个，你看啊，问号配置等于5。像这里边程序太乱了，我就在最这个最上面分输出吧。那我怎么办呢，你可以你会这样做，在这里边获取一下 TPR ASI 基因，比如说把配置然后刀了符下划线 get 里边 PG 读出来的配置分配过去，然后模板里边我在最上面应用啊，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你会这么做 $PAG 边也是可以的， PHP 获取之后分给模板，模板里不就能显示了吗，你看是不是5就能输出了，如果等于长一点这么多5，你看输出了，这样的话就多了一个步骤。所以像这些超全局数组的一般需要模板里边使用的，它都提供了什么直接访问方式，也就在模板里边我不用读的配置，我就可以直接用谁啊，使用 $smarty smarty 点配置，它代表的加上注释
就和 PHP 中 $for 下划线 get 是一样的数组方式。 Smarty 里边点是访问数组形式，所以呢 get 是一个数组，那访问的下标是这样里边的配置，而到这里边到这个代表 get 数组，它访问的就应该是点，不是 get 啊，不是配置啊，代表这个 get， 那里边是配置的话，点配置就跟数组访问方式一样的，你看一下，刷新一下，也能读出来，就不用从 PHP 分配了。这里边假如说啊，都变成 W 了。那同理，有很多这样的变量都是可以的。假如说像这里边，在 PHP 里边，假如说我有一个 session star， 啊 ，session session star。那我在这个 session 里边，比如说 ，dollar 符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里边，我存了一个 userim 用户名一等于，这是一个用户名，随便一个变量，我不用把它分配，因为已经在 session 的数组里边了，在模板里边就可以直接访问超群局的这个 session 数组，所以在这块我不用分配。不用分配可以直接使用，就保留变量，所有保留变量都是由 smarty 开始的点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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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那 session 里边数组里边存了一个用户名，那么关联数组得这么访问 username。 这回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这里边好像写错了，user 一，我那里边加了一个一，所以我在这块，你看这是一个用户名。所以像这样请求变量的保留变量数组，这里边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做实验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保留变量，看这里边第一个请求的变量都包含什么呢？刚才咱们是 get 了，也是 session 了，也有 cookie server env， 因为咱们在 PHP 里边能使用到的超全局数组都有哪些呢？这里边注释一下，你看可以使用 dollar 符下划线 get dollar 符下划线 post dollar 符下划线 session dollar 符下划线 cookie cookie dollar 符下划线request dollar 符下划线 files dollar 符下划线 server dollar 符下划线 globals， 当然这里没有下划线了啊。然后还有 dollar 符下划线 env， 这些是 PHP 里边提供的超全局数组。那是不是在 smart 里边都有对应的这样数组呢？那在模板里边能有哪几个对应的呢？在模板里边都有哪几个？你看，就有尖括大括号 dollar 符 sm arty smart 点儿。你看啊，有对应的和 get 一样的点 get 点 post， 那访问里边下标呢咱用点 session 点 cookie 点 server 或者点 env。 那为什么我这里没写点 files 啊？你想，这是接收文件上传的，模板里边是前台的，它有接收文件上传吗？所以要考虑到是不是前台能用到，所以像 dollar 下完 files 这里边就没有了，这边能提供的就是手册列出了 get post cookie server env session request， 其他的没有必要分配给前台，特别是 dollar 下划线 files 那个，因为它就是 PHP 用的，对吧？接收用来接收谁的？接收上传数据的，所以就没有必要提供了。这是跟请求有关的几个全局变量，你以后遇到取用户名啊，取接收参数的时候，在模板直接用，就不用在 PHP 里边接收再分配了，直接在这里边就可以使用的。然后常量的访问方式，那这里边 smart 可以直接提供常量，咱前面的都是在 PHP 里边分配变量，那假如说我在 PHP 里边定义一个常量，那我怎么分配呢？比如说 define defined， 我这里边定义一个常量名叫做demo demo， 比如说定义一个主机吧， host 主机，我这里边提供
是 3w.lampbrowser.net， 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常量，用 define 定义的，不是变量。那这常量怎么在前台里边使用呢？我直接就可以在这使用$smarty.const， 在这里边它能获取到所有 PHP 的常量点 host， 你看一下能不能得到这个域名，在最上边，你看 3w.lampbrowser.net 就找到了。那不光是在这个模板里边找 PHP 写的常量在模板里使用，而且呢系统里边常量也都可以，比如说$smarty.const.--file， 看一下我现在请求的是哪个文件，这也能证明咱们现在访问的是哪个文件，因为现在你使用的哪个文件，这是读取哪个文件，你看到这个文件名别奇怪，你看一下是哪个文件，是不是组合后的文件。而脚本名这个文件，你看在模板里边才是现在我请求的 PHP 文件，在模板里边看，我再从这里边读出来 $smarty smarty 里边的有一个server 点有个 script 脚本的文件名，看这个，这才是你运行哪个脚本，并不是说这个代码写在哪个文件中的。你看这是咱们运行的脚本文件名，是这个，而这个是杠杠 file 写在哪文件里边，那它就是读出哪文件，那正可以验证现在的模板就是咱们编译后的那个文件。这是访问常量。那还有什么样的保留变量呢？比如说 config， 这个这是访问配置文件中的变量，咱前面说过配置文件中变量，你看配置，这是配置文件中的变量。前面呢咱们是使用井号的访问方式，你看啊，在下边咱们刚写过的是使用井号的访问方式，现在我就可以变了，不用井号了，你看用什么，用 smarty $smarty 点 config 点，也可以访问到配置文件中的变量，把这个也改掉$smarty smarty 点 config 点。所以呢配置文件中的变量有两种访问方式，一种是使用井号的方式，另外一种就使用保留变量的形式。那我们再来运行，你看能不能同样跟刚才出现的结果呢？边框的颜色宽度也是一样可以访问到的。所以在这块我们又多了一个配置文件中除了使用这种方式，还可以使用不是井号方式，使用保留变量 sm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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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config 点，假如说变量名也叫 brdr， 两种方式效果是一样的，就看你使用习惯了。我通常呢当然不愿意使用保留变量了，使用这个多方便呢，加两个井号就可以了，对吧？这是从模板中访问保留变量。那还有其他的保留变量呢，比如说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是指服务器的时间，如果客户端的时间呢，咱们得通过 JavaScript 来获取。那服务器的时间，如果想在页面显示服务器的时间，我也不用分配过去了，我也不用从 PHP 获取然后分配过去，直接使用 smarty.now 就能代表当前的时间。比如说在这块直接 $smarty smarty.now， 这就是当前服务器的时间。当前服务器的时间不用用 PHP 分配了，但是得到的是时间邮戳。这上面呢，你看当前服务器是一个时间邮戳，然后咱模板里边有咱们下边学的内容，像这个咱们学的变量调节器就会把这个时间邮戳给改成咱们想要的格式。其实这保留变量它给我们提供的例子里边已经有了这个了，我先给它写出来，然后等咱具体讲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先展示先用一下，你看啊，加个竖线，加个竖线，然后把粘过来的，这叫做变量调节器，
现在你看就出现年月日时分秒的格式了，几点几分都可以看到，这是服务器的时间。那这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保留变量呢？还有像刚才咱们这几个常用都看到了，还有几个，这个和这个咱现在做不了实验，因为咱们还没学便利数组和就是内置函数呢，所以咱们先预留几个，等咱们学到后边几节课中咱们介绍到内置函数的时候，咱们再把那几个保留变量用全。这就是 PRP 中使用变量可以有三种形式，从 PRP 分配的变量，从配中间读取变量，还有 Smarty 在模板中可以直接使用的保留变量三种，以及咱们也用到了变量在模板中也可以参与数学运算注释。当然这几个咱们不是说不讲了，咱们下节课咱们讲函数的时候再具体的讲这些内容。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向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就是模板中如何去使用变量，变量都用哪里来，不同地方来的变量我们怎么使用。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录制到这里。